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12月10号星期二，农历是11月15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Hello? 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弟子向师傅请安。啊，师傅可以帮我看一个图腾吗？讲吧。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妈妈。1960年属鼠了，1960年属老鼠是吧？对，我想看他的身体，因为他身体很……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已经看到了。加上他，整天怀疑别人下他杠头。对、啊，你妈妈你知道吗？你也不要讲的太多，你妈妈身上有灵性啊。对。已经很多啊、已经很多年了啊、他一直讲的不好听，就是神经兮兮的啦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，谁都怀疑的，对，他一直怀疑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忧郁症啊，他是忧郁症，听懂吗、你要给他念小房子的小弟弟啊，OK，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念的。对啊，不够啊，你要帮他一起念的。他总共要他现在的情况是需要念多少章啊，师傅？先念73章。73章 ,OK。然后再给他念点解结咒。是每一天是许愿一波一波念呢，还是你就许愿100遍吧就好，10000遍吧就好了。10000遍 ,OK,OK。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呢，师傅？哦，你妈妈，我看到她过去哦，你妈妈年轻时候挺漂亮的哦。对对对。哎呦，非常，哎呦，非常好看的、啊。哎呦。对对。就是她一直选，一直选了啊，年轻的时候。选美啊。哎呦。哎呦。哎呦，你看看图腾看得很清楚的。对对对。我跟你讲。错了，对。你赶快帮她。帮他念经啊，OK， 但是你妈妈的你妈妈的感情运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她在感情方面是非常不好，她很想不通的，对对，她现在我也很担心她的情况，所以你赶快给她念经吧，好吧？好的好的，你要帮她解脱的，像她这种病不是什么吃药吃得好的，忧郁症啊，对，明白吗？对对。师傅除了念了73章以外，如果是要这个病好的话，一共要念多少章？念很多了，要480章，不知道行不行。OK， 明白。好吧。师傅，我还可以问多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是问我自己93年的鸡。93年的鸡啊。对。我想问我的身体，还有身上有没有灵性。93年的鸡，是你自己是吧？对对，是我自己的鸡。啊，小弟，你的肠胃不好，对，我肠胃，肠胃经常胃酸，对对，吃东西不舒服。对对，尤其是吃的冷的话，马上就不舒服。对对对。还有你的颈椎也不大好。对，我的颈椎也是、小弟弟，你还有你这个，你还有个毛病啊，要当心啊！就是你这个吃东西不长肉啊，你这个长得太小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你要自己要保持一定时间的睡眠，对对对，晚上睡得太晚了。对。好吧。好好。师傅，我的业障重吗？比例是多少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我是93年的鸡。啊，你很好，你还好，不严重。你的业障比例是25啊。25。嗯。师傅，这样我如果要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有啊，肠胃上有的。肠胃上有，要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56。56，放生多少条？你有一个小，你身上有个小男孩，肯定是你妈妈打胎的孩子。OK， 那这小男孩是包括在56章里面吗？是啊。OK， 明白。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好。嗯，好好，多保重，感恩你啊，感恩，多保重，谢谢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师傅，感谢嗯，师兄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嗯。师兄，师傅。请讲。师傅背。请讲，请讲。嗯。师傅，给看一个1978年的属马的一个女的，她分有那个肛门结肠癌，手术不成功，还有一个肿瘤没有切除，无法化疗。2019年已经许大愿终身食素，永不杀生。6月念了900张小房子，后来又许了1800张小房子，放了30000条鱼。嗯，并许愿许了20年内放生10万条鱼，以身助人，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这个不只被看到身体，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，还有哪些愿要许？他自己也想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，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1978年属马的女的。78年属马的。女的。朱燕走掉了，啊，他不在算了。78年属马的。嗯，是的。嗯，看到了，你说吧，想看什么？看他的身体，他有肛门结肠癌。是的，看到了，会这个会扩散的，是个灵性，会动的。这个灵性会动的，听得懂吗？他已经念了900张小房子了，放了30000条鱼了。是许愿吃素了没有啊？吃素了。嗯，你要叫他继续念呢，不够。还有多少张小房子？他过去有杀业，好吧。他还要放生不？还要放生多少条鱼不？还要放生啊。嗯，还要放生500条。哦，小房子了。小房子还要念300张。哦，好，师傅。我告诉你要叫他虔诚的，不虔诚没用的。嗯、我告诉你，小房子的数量不是说啊，我今天放了这么多就毛病好了，不是这样讲的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好，我叫他听录音啊。好了啊，师傅，再看一个一个师兄，92年属猴的男的，看身体现在有不有灵性，他念了大概3000张小房子了，他看他从出生以来，他就那时候就口吐白沫，抽搐，他是什么原因导致？啊，灵性，哎呀。见。一直在他身上来要债的。是什么样的灵性？是他家里的人还是？应该他前世根基，上辈子根基跟过来的。他上辈子跟过来，他已经念了3000张小房子了，他妈妈跟他一起念了。已经好很多了，但是还是不行了。现在好好的，现在这个师兄很年轻，有跟我发声，组织我们一起进修白话。好很多了。还是有是还是有问题的，好吗？继续念、啊、他一共大概要念到560张吧，这是2500张左右，还要念2500张左右，还要念2500张左右。他的以前在发病的时候有个灵性跟他说要他念30000张小房子，你看他现在念了3000张呀。哎，他妈妈跟他你现在3000张之后你再念2500张看看行不行吧，好吧。放生呢？放生都无所谓，主要是小房子。放生嘛，再放1500条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感恩师傅，他自己也长自己背。师傅还看一个1975年属兔的女的，她生的是肾脏，目前已经念了1000张小房子，放生10000多条鱼了，看她肾脏还有不有灵性。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他身上是吧？一个75年属兔的女的，她的肾脏。肾脏不好，不工作，有一个。哎。
有一个肾脏不工作，他还影响到他的肠胃。好了。他现在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600张。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2800条。好了好了。给人家问问吧。好，师傅你辛苦了啊，师傅保重身体啊。再见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同学自己也让自己背，不要师傅背。再见再见。师傅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啊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，师傅说。你好。听不大清楚。喂。清楚了吗？啊，讲吧。哦，你好，师傅，请安。哎、然后师傅，帮我看一下，属虎男的。几几年的虎啊？87年属虎的男。男的啊，想看什么？他控制不住，他需要多少小王才能好呢？控制不住什么？听不清楚。这不是，哎，你这个电话不行啊，网络不行。再讲一遍，讲的慢一点。再讲慢一点。他自己的完了。你要看什么？我听不到。我来说听。听不到呀。哦，信号不好吗？你一会儿好，一会儿不好。你现在讲信号不好的时候就蛮好，一问就不好。你现在赶快讲啊，多讲几遍不就好了吗？青年的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。啊、哦，控制不住。控制不住控啊。念。对对对。念心经呀。哦。许愿呢、啊？念多少小房子才能好呢？你可以许愿念1000遍心经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他需要念多少房子才能好？知道。这个控制不住念头的话，不是单单小房子能够好的，这是你自己的根基有问题的。根基不好的话，小房子念的再多，它的根基出来的还是有问题。主要是80天中的前世的烙印太重，明白了吗？慢慢的，常经常不接触。不接触，不接触，时间长就会放下了。哦，那他需要念礼佛吗？他需要念的。好吧。念遍礼佛。听不到。念多少遍礼佛？啊，多少遍礼佛啊？一天至少念5遍呀。要加起来。他放生需要多少呢？放生3000条。放生需要多少呢？3000条。哦，总数礼佛需要念多少呢？什么？多少呢？就针对这个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念。啊，总数啊，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对对。只要有控制不住意念的话，就一直念下去。就像你现在问我胃不好。到底要吃多少时间胃才会彻底好？不可能的，你胃不好了又得吃药了，因为人的杂念在人间很难控制的，听得懂吗，小弟？好了，不，你再帮他看一下，那好，听不见，听不见了，他的工作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工和事业上。应该选择工作和事业啊，事业跟工作嘛，你自己看了，像这种嘛，你把工作当成事业做嘛最好了呀。你要是把工作当成工作，事业当成事业，那你就会比较痛苦呀。我讲话听得懂不啦？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好吧，好了，你今天电话听不大清楚，算了，下次再打吧 ，OK。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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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傅，再见，再见，好的，师傅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哎，师傅，哎，啊，师傅，哎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哎，啊，师傅听见吗？听见，请讲吧。啊，师傅辛苦了，我们也是刚回来，啊、参加墨尔本法会。啊，
师傅给我看一下那个09年属蛇、属羊、属牛的男孩。你到底属什么？一下功夫数了三个属性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09年属牛的男孩。09年属牛，哎。男孩。看什么？他总是害怕，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有灵性，怪不得，在脖子上，嗯。在脖子上是吧？哎。是他颈是总是颈椎不好，有点哈腰。对呀、啊，脖子上你不念掉的话，他会害怕的，好吗？哦，师傅，他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？78。78张。嗯。好。那师傅他之前就是小的时候没学佛之前，就是给他总是那个他总是容易被吓着嘛，然后就是烧过小人儿，这种是不是叫替身？这个现在还对他有影响吗？哦、啊，有会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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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会是吧？烧过替身嘛，他替身一直跟着你的呀，所以你就魂魄不全了呀。哦。嗯。之前师傅给他改过名字。嗯。嗯。跟改名字没有太大作用的。好好念经，好好叫魂，好好修念念心经啊。嗯。哦，好。那替身这个要念念那个56章，56章。要经者是吧？对。哎，好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再看一下那个77年属蛇的男，杠头有没有被下？杠头有没有化解？77年什么？属蛇的男。杠头有没有被化掉？77年属蛇的男。77年属蛇的男。嗯。化掉了。化掉了啊！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好了。师傅啊，好。师傅，我那个您当时给我开示那个560遍的针对那个莲花。您帮我看一下现在这莲花好吗？26866。嗯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感恩师傅。嗯、好了好了。辛苦了。嗯嗯，我们自己业障自己呗。好，师傅保重身体。再见再见。啊，好，嗯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师傅。听不见。听不见。喂，孟师傅，听见了，请讲吧。嗯。哦，师傅稍等。听到了吗，师傅？听到了，讲吧。嗯。稍等啊。嗯，师傅，你帮我啊，78年属马的女的。70几年呢？78年属马的女的。78年属马的女的啊。来讲吧。想看什么？身体有灵性。不好不好，有灵性。哎呦。哦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呢？84张。这个灵性搞得蛮厉害的，搞得来叫么叫睡不好啊，神经兮兮的，想问题想的太多、哦、整天压力大得不得了。对。嗯。对对对。嗯。太对了师傅。嗯。对对。那他放生需要多少呢？放生1300条。哦。慢慢放，慢慢放，好吗？哦，慢慢放是吧？慢慢放，不着急的。小房子快点念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一直弘法，很发心。他想问问，推有缘。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嗯，他一直网络发信息、退休啊。你以后像这种电话线算了，以后不要打了，太糟糕了，听也听不见，断断续续的。他网络弘法很发心，继续发心嘛就好了，我听不到啊。哦、他想问你修。听不见，你这样都浪费你自己的。听到。听不清楚。嗯，断断续续的，好吧，以后要打的话换个电话线吧，听也听不见。哎喂，师傅。嗯。嗯。他想还有几年就退休了。嗯。可以啊，2年退休。哦，是吧？嗯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再帮我看个2013年属蛇的男的。听不见了，2013年属什么？属蛇的男的。2013年属蛇的男的，想看什么啦？请师傅，肚子，他上有没有？哎呦，你这以后电话不要这么打，你这浪费时间呢。你讲两遍，每一个东西讲两遍。几几年？现在是看什么病啊？看他肚子疼，有灵性啊。过去活的海鲜全部蹦跶出来了。念往生咒啊，就念往生咒1500遍。哦，好吧。到小费多少？放生多少呢？放生随缘了，800条，慢慢放。嗯。小房子呢？小房子56张。哦，那还有其他药都师傅？哦，吃一点那个黄连素啊。嗯。他老拉肚子是吧？消炎的，有炎症了。好吧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嗯，好的，知道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师傅再见。啊，再见。我们都一样，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好，再加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哎呦，今天网络都不好。网络都不好。喂。哎，听不清楚啊，听不到。师傅，请讲。帮我看一个莲花，5339业障比例。5339莲花在啊。业障比例。22。22。嗯。哦，好的。嗯。师傅。嗯。哦，听到了吗？听到，你们。今天好几个男的打进来，声音都不好。师傅，再帮我看一个9285莲花。9285在吗？在天上了。我师傅在。很好，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跟你们讲了。再见了。好吧。你这个电话每一个电话都不好。再见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